第一步，安装槽缸底座。一，用直尺测量槽缸尺寸，根据基础设计图纸分清对应位置的槽缸。二，先布置好外围四周的槽缸，测量对角线无误后点焊固定。第二步，安装底板。一，水箱底板穿螺丝中间夹胶条固定，拧紧螺丝要均匀用力。二，底板连接完成后扣在槽缸底座上，然后固定定位角铁，避免底板移动。第三步，安装侧板。一，穿螺丝和胶条的方式同底板一样，在水箱板连接处安装辅助角铁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水箱板连接处胶条不得中断。二，侧板连接完成后立在底板上，扶稳后穿螺丝与底板固定，再依次固定其他部位。第四步，安装堵漏胶贴。一，这是很关键的一步，请务必按照视频中所示的方式安装，不可装反。二，堵漏角铁的外部螺丝不可用蛮力，用电动扳手拧紧即可。第五步，安装拉筋系统。一，使用拉筋板在四块板的十字缝处开出开孔位置，用电钻开孔。二，先使用对拉螺栓固定内部拉筋板，所有拉筋板都固定后，连接十字搭接的拉筋。三，内部拉筋板完成后，固定外部拉筋板。外部拉筋板的四个螺丝用手动扳手带上劲即可，切记蛮力使拧。第六步，安装盖板。将盖板用螺丝凝结成整体，不必用胶条。完成后，抬到水箱顶部与侧板连接。第七步，安装法兰。一，按照客户的要求找准安装位置，用法兰管准确地瞄出开孔位置。二，用电钻开孔，法兰螺丝垫上胶条，法兰管涂上玻璃胶，用螺丝固定。第八步，安装爬梯和水位计。一，在客户指定位置安装爬梯，用梯子夹固定，内梯直接放在水箱内部即可。二，在指定位置开孔，安装烤客，然后插上玻璃管。至此，整台水箱就安装完毕了。